你先坐一下哈，我请他来，不好意思哈，那个有那个，那两个发言人是有特别的，是有打电话过来，是，好好，不会，你先坐一下哈。机关之内不能滥将随意拍摄。你们，我现在被你们限制人身自由，然后你们在执行公务，我要收着。人身自由没有谁在。那我可以走了吗？我可以走了，没有限制，我可以走了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我们副座不是请在那边稍待一下？对啊，所以要稍待干嘛？我不晓得。那你们没有限制，我可以走了没？不是不是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不是现场指挥官。我已经听过了。对，那刚刚我们副座那个指挥官，那你不服的话，现在我不晓得，因为你要稍微等待一下。我们说这边是我们的办公处所。我没有闹，所以你们不要一直逼我做什么吗？对对对对。你这样子拿一个 V8 在那边照，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。因为你们在执行公务啊，你们是公权力的展现，我当然可以拍啊。我不是这样子的意思。对。哦，今天你可能也是无辜被人家說。好，我没有闹了，對對對，那你就这样。我们请你在旁边坐一下。我没有，對對對，我没有要干嘛。因为我们的同仁那边在办公，在运作。那不要怕嘛，这些公权力啊，又没有关系。你们也是动不动拿 V8 在收证啊。那种情形跟这情形是不一样。怎么会不一样啊？我也没无辜啊。你无辜，我要为了保全我、啊、有没有无辜？不是我讲的。好啦好啦，那这样我就说，希望你在旁边坐一下，好好好好，也没有说限制你什么。那就放了，算了，你也不给我放。不要，你旁边这边我们有椅子，我那边让你坐一下，好不好？就是地价一码，这是尝试吧？是这尝试吧？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有其他，对对对，我们现在查证，我们先把先有他一开始就这样子啊，他就说记者，他没有跳来跳去，今天大家没有跳来跳去，今天大家在记者，我们不是现在在剥夺记者的自由，言论自由，记者，我们也是为了公民，他是政治记者，请勿剥夺新闻自由。班机长，我们都是言论自由，班机长，我们今天在场，好，班机长，如果。我们讲一个事情，如果今天这里没有一个你们要抓的人，那、啊、你们是不是糗大？我们现在因为在写，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有没有公开，你们妨碍他们的自由五个小时，但是现在因为当时在写，照理说你查证身份三个小时以内就要让他们离开了。我们现在马上下去了解，我们现在需要多少时间？查证身份是三个小时，我们确定在现场，我们的你们已经留置他们五个小时了。在，是不是大家都没有？除了那位喷的先生以外都没有，我们会马上立刻。怎样？我要确认呢。所以今天现场发生的妨害公务的事情，又不是我们，又不是我们，对，所以我们先过去。谢习犯，您把他放了，然后抓我们。到现场了解，你把你放了谢习犯，然后抓我们，当时又逮捕了，你们当时逮捕把他放掉，没有查他的人扁，然后来查我们这几个。我们依照警警察做，如果哎，你当时没有盘查他。因为你没有盘查他，来盘查我们。潘先生，潘先生跟各位先生小姐，我们会请我们都很配合你们，但是请我们依照参数来处理，我们30分钟确三分内我们现在尽快来处理，我们也不想耽误他的时间。已经等五个小时了，可以算时机吗？我再跟你报告，我们同时一样的，潘先生。好不好？大家先坐，我陪人员下去看，我们尽快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先坐一下，那个坐一下了，那个自动化他们看一下，需要参数来讲一下。哎，我们有一些人员讲话，他30分钟怎样？对啊。